但是我们的日月潭它没有，它不是单分日潭日月潭，它真的就是日月河合起来哦。因为你环湖公路走起来，不可能说我日潭走一半，月潭再走一半，对吧？哎，所以它真的真的比西湖大。而且呢，西湖的这个水是不是优氧化很严重？早期呢，走在西湖呢，真的就闻那个土味啊。我们这个日月潭呢，大家知道以前有鱼叫总统鱼嘛，蒋介石爱吃的那个鱼，驱妖鱼。驱妖鱼呢，现在驱妖鱼很少。嗯，现在以前曾经有人去放外来种，石鱼也有人放进来啊。很多时候呢，民众都会有那种放生的习惯，水域的平衡呢，经常会给外来的鱼种呢给破坏掉，所以它底下呢，应该大部分都应